咱顶回讲到着即个，因出埃及了后吼，啊，咪伫海边啊，看到即个上帝的大的堂殿位的作为了后，就开始唱歌吼。啊，查甫对妈，查甫对摩西唱吼，哇，唱歌热热长。啊，查某会拍玲珑鼓，啊，甲查甲迄个米利暗吼，伫遐做伙来唱一条，唱一个只有一节，讲恁着爱。唱歌娱乐以后，我因为伊大大得胜，将马甲骑马歇伫海中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是因所米利暗。那么伫这个所在较特殊的，咱会当看到米利暗伊有一个抬头吼，哦、有一个头衔叫做神帝，吼、哦，女神帝啦吼、哦。啊，这是所有圣经的故事的内面上早出现的一个字眼，女神帝吼、哦。所以米利暗伊基本上伊伫历史的定位内底是女神帝。那摩西呢？摩西叫做上帝的人啦，吼，也是讲上帝罗伯新人摩西，也是讲上帝罗伯摩西。那么阿伦呢，当然就是祭司啦，吼，伊是祭司。来，咱顶边就看到这个部分，过来，咱继续来看第二十二节以后十五章的二十二节以后。那么这个过红海了后呢，因当然就爱往对迈进，往西奈啦，吼。要去甲上帝，要去因原底出埃及，就是要去服侍上帝。伫旷野的所在服侍上帝，所以因即卖呢过红海了后，因就往伫迄个上帝山底下来进行。所以来讲二十二节讲，摩西带以色列人对红海往前行，到伫苏尼的旷野，伫旷野往行三日，找无水。哦，这個、水真要紧啦吼。往到伫一个所在叫做马勒。在迄个所在，诶，水无法度啉，因为水会苦，所以甲迄个所在叫做马勒吼。这个字就是讲会苦的意思。百姓就向摩西发言，发怨言吼，啊，佮开始发怨言啊吼。这算第二遍啦嘛，对不对吼？头前一遍，头前遐已经有一届啊吼，无物件通食嘛，发怨言啦吼。啊，人后壁咧做嘛，发怨言啦吼。嘿，啊，这敢若。上帝百姓拢爱负责发怨言吼，因的工课就是干那发怨言尔吼。啊，因就开始讲，阮是要啉什么呢？摩西就求叫耶和华，耶和华只是伊一丛树，伊将树迄伫水的内面，水就变作甜的。耶和华伫遐为着因定一个律例，定律例典章，伫遐来试验因。佮讲，你若留心听耶和华你的上帝话，佮行我目睭中看最好的事，看最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律例，我就无将所加加添伫埃及人的边伫恁的身上，因为我是耶和华医治恁的。因到伫伊林，伫遐有十二个水泉，七十丛樟树，因就伫迄个水边来扎营。啊，这个故事呢，藏在这个所在吼。啊，这些百姓都拄啊看到这个大的事件了后，啊啦，讲惊三更无水通啉了啊啦，嘿，就开始搁熬熬念吼。啊，所以过来咱嘛看到，拄到什么代志就熬熬念，拄到什么代志就熬熬念，伊讲叫做埋怨啊，发怨言吼。那么在这个所在，较唔是无水呢吼，迄、那个所在讲有水啦，总是都袂啉得。啊，未啉甜呢？上帝讲叫伊出，讲一丛树啊，讲甲吸伫水内，讲变甜的。啊，所以呢，伊用一个字眼叫做医治，有无吼？因为我是要，我要花是医治你的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我要花是医治你的，所以伫这个所在有医治，医治什么？医治水啦，迄苦的水解医，互伊变作会啉甜的水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嘿，啊，所以这就是医治。那么伫遮呢，更加奇怪的就是吼，伊藏一个讲，耶和华为着因定律例，典章伫遐来试验因，到底这个所在耶和华为着因定什么律例？十条诫还袂出来吼，咱甲读甲真拢还无十条诫嘛吼。咱若照咱的理解啦，对照规个出来及故事的理解，应该是十条诫颁布了后才有律法嘛，吼。嘿，那么伫咱迄个什么，迄个加勒太书，加勒太书的第三章呢，吼，伊咧讲起甲着一个典故，
关系律法、摩西律法安怎产生的典故。哦，伊讲上帝给人有十条诫，然后呢，这个十条诫要安怎遵守？啊，当然就爱有一挂补助的律例，啊，是讲这律法。哦，比如讲，啊，你讲得爱修安息日分别一罪行，啊，即嘛要安怎修安息日嘛吼，啊，要安怎分别一罪行，啊，所以即、這个修安息日得爱有足侪条例，吼、哦。那么即个律例安怎产生呢？讲即个律例就是吼、哦，上帝都结十条诫给摩西嘛吼，啊，摩西伫山顶炎炎几工啊，四十工嘛吼，吼、哦，四十工作炎呢，比隔离十四工较久呢。哦呵呵，人隔离十四天就不知道要在那裡創什麼了、哦啊、有的說，有的又帶病人說帶到沒辦法三彩音、啊、所以一直帶一直帶，我們這上長的紀錄怎麼有帶五六十天的呢、哦、那帶在那個隔離病房負壓、哦、病房帶五六十天，那就有比摩西更厲害了、哦、有可能有的款出來都、哦、金光閃閃啊，所以在那四十天啊，都創什麼了，因为这个律法很要紧，人不能去给他违反，所以呢，就在天使的帮助的下面，摩西去写这个律法，摩西律法，所以十条诫伊的位阶较悬，再来就其他这个律法呢，伊的位阶较低，那是为着要保护人，不去干犯这十条诫啦，吼。啊，就是迄呢，迄律法就是伫什么？伫属摩西伫迄个上帝的书架的帮站的下面，底下写正的摩西的律法啦。这是到底后来犹太人因安尼咧相信啊，这款的讲法呢，嘛有放伫加勒太书的第三章吼，嘛、哦，比如咱的迄个保罗有将伊放伫第三章。来啊，所以真显然呢，照犹太人的传统来咧了解的是，无十条诫，敢有典章律咧？无啦，伊结果咱头前敢看到讲。有交代讲，恁灵工入去家己迦南地时，爱安怎修半过节，敢有？吼、哦，爱安怎修半过节？啊，迄、那个所在嘛有提到安息日呢，讲吼、哦，咱你也记得咱顶回看迄、那个所在吼，伊佫有讲到讲，伫七日的中间头一个安息日，甲后壁一个安息日，第一日甲第七日嘛不叫做安息日啦吼。讲啊，第一日甲第七日爱有圣会嘞吼，都、哦、爱有七圣会。那么所以呢？伊只个计嘛，敢若有迄、那个，敢若有迄个关系，搬过这边安怎遵守的条例啦？定。那么其他敢要有？嘛无呢？总是伊伫只那要甲你讲，上帝伫倒位，伫马列的所在，伫遐为着因设立典章制度，有无？那么伫咱遮其实拢也无看呢，因为所谓典章制度拢伫后壁只慢慢来个出现嘛，吼。那么伊写这到底是咩意思？伊伫只吼。上界重要的一个要凸显的一个观念，就是上帝的律法典章制度，就亲像水相款，是带来活命的。好、哦，所以上帝的律法是给人活的呢。好、哦，会记得吼、哦，是要给人活的吼、哦。啊，咱旧约的圣经诗篇嘛，讲上帝的律法，咱啦会好啊啦，戆人通达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要给人活的呢，吼、哦。啊，总是吼、哦，传来甲保罗的时阵，保罗有反对律法无？啊，保罗有赞成讲咱还阁继续修律法无？信嘛吼、哦，系因信称义嘛，人无法度靠行律法来得着义，敢是？吼、哦，所以讲信安尼那定，所以保罗伊基本上伊就反对啊咧。伊就反对什么？特别反对外邦的信徒爱去遵守律法。好、哦，伊反对，伊无反对犹太人继续遵守律法啦，总是伊反对外邦人的信徒继续遵守律法。讲人要真做上帝的选民吼、哦，要真做以色列，要真做上帝的百姓，阿伯拉罕的后裔，是因为信，唔是因为行律法。哦，总是你若读旧约的时阵啊啦，特别读到受了去倒转来，敢唔咧讲信无啦？修律法就是以色列的一个什么身份的基础，哈、哦，遵守律法无遵守律法，所以迄观念落差差真济啦吼。那么，那对保罗来讲呢，保罗伊就感觉讲律法安怎是过时的，哈、哦，律法是过时的，甲什么比？甲阿伯拉罕的应允比？
所以伊将耶稣基督改顶动是亚伯拉罕的应允，上帝给人的应允，所以这个应允的阶层较悬。啊，若是律法咧，律法的阶层较低，因为迄时啊，为着人的因果才设立的，设立啥？要将人啊啦，给人在罪，要给人啊啦，靠伫律法的保护下面，等待到伫应允的来。所以基本上，伊的律法甲上帝应允的差别差四百年。伊安那讲咧，讲差四百年，伊那差四百年，因为亚伯拉罕较早有应允嘛。上帝先甲亚伯拉罕说应允，还是先甲亚伯拉罕说律法？应允嘛，吼。所以讲应允是较早的。啊，到有律法的时候，已经出埃及四百三十年以后，所以安那是较慢的。所以哦，上帝的律法也未该比应允较慢，较低。所以既然位阶较低，啊，咱即马若要用，爱用啥？用好的嘛，吼、哦！你即马绝对无可能阁摕等于讲啊，咱拄啊开始咧学电脑啊，所以啊呐，咱对古早迄个二八六、三八六、四八六阁开始学电脑。你有学过二八六、三八六、四八六的电脑？吼、哦，很有嘛吼、哦！啊，我会记我读大学的时候，爱阁去学迄个电脑语言，电脑语言，吼、哦！哎、啊，那理工科的，理工科的爱读迄个 Fortran。啊，阮迄个是爱读 Cobol 吼，商业科爱读 Cobol。啊，要读 Fortran， 要读 Cobol， 之前咯，佮读一个叫做 Basic， 啊，拢创吼，爱读只电脑语言，哎，电脑语言写写写程式，啊，拢爱去电脑教室呢，吼、哦，惊死人！迄电脑教室，迄一台电脑偌大台嘞，吼、哦，迄一台电脑吼，迄一个房间足大间哦，比咱个讲台，超咱个讲台的三倍大。啊，内底拢放冷气，放啊冷机机，因为迄时个电脑若行落去烧烫烫嘛吼，啊，拢放啊冷机机，哎。迄、那个磁盘吼，迄、那个磁带的盘子，它底下转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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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尼吼，哈哈哈！哎，对对对，迄个我较早咧学电脑的时是安尼啊，磁盘底下转嘞，转嘞，我内底拢放冷气啊，这迄工程师拢穿白衫，穿个安尼吼，穿个白袍啊，伫内底吼，敢那足伟大安尼。结果吼，你来看即马迄一间一处间的电脑吼。遐大台的电脑，伊的功能比咱即马一台手机啊较小，比咱即马一台手机啊小。啊，你即马你讲我要学电脑，你敢会阁对迄个时代阁学去？袂啦，你一定是学上先进的嘛，对不对？上位阶上好、上进步的嘛，敢是？哦，所以对伫保罗来讲，迄、那个耶稣基督所代表的是上帝上界高阶的应允，所以你就根本免阁等于骑迄个啥物。骑遐厝顶诶，遐较歹诶，你搁去等于遐要创啥咧吼？这是保罗诶观念啦吼。OK， 总是吼，保罗诶观念，敢是所有诶基督徒拢安尼想？哎，一定毋是，吼，一定毋是。犹太人诶基督徒，你若甲讲安怎？犹太人基督徒，你讲这律法是无好诶吼，伊甲你去变面，嘿，伊绝对甲你变面。像你即摆若去灌村吼，你若讲迄中华民国宪法不好吼，伊就甲你变面。有时哈，啊，你讲蒋中正吼，蒋中正是历史的罪人，伊嘛跟你变面，吼，有时，哈，要有呢，要会跟你变面的呢，吼，啊，所以的这犹太人吼，因对律法的观念就唔是安尼，所以呢，马太福音书内底对律法的观念就非常的尊重，吼，你读所有福音书内底，敢只有伫马太福音书，你才会读到一句话。耶稣讲：“我来不是要毁无先知甲律法，我来是要安怎成全，对不对？我来是要成全。所以律法是要紧的无？对犹太人嘛是要足要紧。所以伫咱的圣经的内面，不是读本册的观念拢同款。哦，保罗认为律法外邦人免遵守外紧，因为吼，咱即马用这吼较赞的，吼，诶，迄个时代已经过啊，哈，咱即种，咱的政府拢做啊讲一句话，讲啥？”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，所以律法的阶段性任务，保罗已经完成。在什么时阵完成？在耶稣来时完成，所以律法唔免阁使用。总是对犹太人来讲，唔是安尼。对犹太人来讲，安那律法在因的观念的内底是金钟罩铁布衫，是安那？是咧保护因的。上帝颁布十条诫，你敢通去啊犯着？唔通。啊，你变哪无犯着？律法就是要帮助你无犯着，像咱今仔时阵爱挂口罩，保护你啊！吼、哦、啊，总是你若要入去隔离病房，你敢挂口罩有够无？无够，一定爱搁穿啥？穿防护衣，
啊，听讲遣返护理哦，因咧要入去隔离病，要入去迄款迄负压病房诶医护人员吼，讲干呐要复平领衫起哩，讲爱整理二十分钟啊，穿迄领衫整装起哩二十分钟，吼、哦，我、哦、诶啊，特别迄讲上可怜诶，就是吼，伫讲裁剪诶遐人，啊咧裁剪遐人吼，穿条条，啊因即嘛因来讲去便所脱起来。今天就袂当去穿啊，爱去换一件，所以为着要节省这防护衣吼，吼、哦、大家拢唔敢啉水。啊，即落天吼，个雨来个安那，热甲个内底做大水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总是敢无人敢唔穿，唔敢。所以吼、哦，因对律法的观念就是安尼，律法是咧保障人诶。所以你敢袂感觉讲，律法对犹太人来讲，律法敢袂感觉足？重的重大，因袂感觉重大，是安那袂感觉重大，因为知影因若穿律法，律法穿伫身躯顶，就是咧保护伊，无去干犯着上帝要紧的诫命啦。所以你安尼，咱对这个角度才有法度去理解犹太人因对律法的想法。啊，所以是安那讲，上帝找耶稣来，毋是要毁无？得，因为这吼、個，这个福音书是要写予犹太人看。你若甲讲吼，你若甲像马可迄个所在安尼讲吼。这犹太人绝对跟你变面，伊就讲安尼，我不爱信。哦，是安怎讲咧？迄个吼，咱知影耶稣有讲一句话吼，讲安那，讲吼对嘴一个未污的人，吼、哦、是安那未污的人，因为食对巴肚去，走对对去，走对屎壳啊去，对无吼？咱即马无屎壳啊啦吼，是不是？敢要看？即马敢要台湾？敢要屎壳？敢人捌看啊吼？哎，水肥工会嘛，无水肥工会嘛，无头路人做啊吼。哎，以前阮细汉时候，人咧打肥嘛吼，爱过去，哎，这西下坑拢爱去养肥嘛，吼，咁是用养嘿。吼，啊所以，你敢要看咧养肥，不吼？恁这样子。啊，无啊，为个就是咱都市无压菜啦，总是着爱水肥工会拢爱来打嘛，来家家户户无，咱古早也无化粪池啊，迄化粪池是尾啊才开始有诶嘛，啊，你有打过吼？哦、对啦，也顶落打过，嘿，打去饲杀白鱼，嗯，你较早在安平，迄鱼温也足济嘛吼，哦，迄就是打甲，起码身躯遮用，我起码身躯无遐用，就是拢无打迄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吼，啊这吼，啊这款嘞吼，就是你若想讲，伊讲食对嘴落去。啊，放出来了，这袂污的人，总是对嘴出的，会安那会污的人。哦，马克伫耶稣讲一句话了后，后壁佫加一句啥物？你敢知？加一句讲，这就是耶稣宣布所有的食物拢是清气。哦，以前马克哦，马克加一句话哦，马太一句话无放哦，马太一句话都无放。哦，因为呾。律法内底有一个足重要的部分，叫做清气的律法，洁净的律例啦。因叫做 kosher 吼，洁净。啊，啥物洁净？人若要洁净吼，除了你袂使去乌白蒙啦，是吧？像咱今仔日在防疫吼，在防疫讲叫你手啊啦，莫乌白蒙，啊，若蒙了爱紧洗手，对不对？咱这今仔日拢标准的犹太人吼，那个就洗手这部分啦吼。啊，总是伊毋是讲垃圾无清气的物件袂使碰尔，无清气的米袂使食，对毋对？哦，因有偌济无清气的米，足济啦，吼、哦，因偷偷都无食嘛，吼、哦，偷偷伊话要好食死啊，因都无食，鳗鱼嘛，对，迄是安怎？无难啦，我鲜鱼米嘛袂食，吼、哦，咁是，吼、哦，猪血汤搁路边讲，咁是，吼、哦，啊，猪肉，吼、哦，迄些绝对无食，对毋对？吼、哦，因无食的物件足济呢，吼、哦。连极酒吼，因咧酒咧极嘛，啥物，嘛有照极精的律例去极的咧。啊，我伫美国的时候，伫迄个伫 liquor store 迄酒店咧上班，喺咧拍工，啊有一个犹太人，看起来敢若秘书足虔诚的咧吼，逐工吼，拢伊若来买酒，拢一定爱买因迄个对以色列做来迄款迄个 kosher 的酒，就是讲迄、那个。嘿，对，犹太教的特别认证的迄款的 kosher wine 吼，伊啉酒一定爱啉的 kosher wine， 啊，拢穿伊的衫，滴一点滴都无啊，啊边啊拢有抽抽的吼，嘿，迄经文大啦，啊抽抽拢抽伫边啊，啊穿伊那款衫嘞吼，我真足虔诚的，嘿，啊伊会晓讲的，伊干那会晓
讲一句中文啊，因为阮咧头家台湾人嘛，伊干咧讲一句中文，大家拢比伊。伊讲因的上帝伊啦，无像恁山啦。伊都拢伊，伊特别拿来比哦，甲阮头家底下咧就是特别的伊，干咧要念伊。啊，春食足重，我就问阮头家讲，啊，这酒吼有可惜的酒吼。啊，这粉唔知有可惜的粉无吼，啊是吼，迄经过火烧过，拢清气啊，迄款，迄食粉啊爱点火嘛，迄火烧过拢清气。啊，我都唔真正唔捌看过讲有迄个可惜的粉啊，啊酒有这可惜的酒，所以因要啉落腹肚内底啊，我奇怪，啊，逐项都可惜，干那粉无可惜，迄嘛真趣味。啊，逐项啥物袂当食，啥物袂当食。啊！那你若对犹太人讲耶稣，这是耶稣宣布所有的食物拢清气吼，犹太人信袂落啦。嘿，犹太人信袂落吼。刚才秘书讲，咱今仔日吼，那叫咱讲要做基督徒吼，偷偷袂使食吼，鳗鱼袂使食吼，可能台湾人嘛信袂落。又是吼，那些物件真好食，佮我袂使食吼。这是吼对因来讲呢，律法就是拯救人。啊，所以伫这个所在，伊阁有另外一个观念，叫做什么？义治。上帝典章律法制度是安那有义治的功能？什么义治的功能？苦的变做什么？会啉一个。啊，苦水对人有利益无？无。总是安那会啉一个水，是伫医治人的生命。所以，伊伫这个所在特别用这款的故事底下来咧讲起什么？讲上帝典章律例制度，迄毋是一款的负担尔，迄嘛毋是一款叫做繁文缛节吼，迄嘛毋是一款啊呐，要甲你糟蹋的，迄是一款啊呐，互你的生命得到医治，吼，互你真多啊呐，会当亲像甜的水，底下会当利益的人诶，会当医治人的生命吼，所以伊伫这将这两个物件甲伊囥甲做伙。那么后来咧，看到第二十七章的时候哦，咱足侪人的名拢爱号这个名，对不对？你捌听过基督的基督徒特别早起人号这个名无？以林，是不是？连书连册房嘛，号做什么？以林书房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以林其实哦，我感觉吼，咱即马基督徒足趣味咧，足爱用的一挂名词吼，其实伫圣经内底出现的时间足短的呢。吼、哦，你看到以林刚出现伫遮呢啊？伊林吼，即、這个伊林的所在啊，总是大家人足爱，是安怎足爱？迄敢若足好个啦，是安怎？十二个的水泉哦，迄水泉啦，出一个水泉就足够啊，对不对？讲出十二泉啦，哦，迄讲要当开水库啊，啊不是？迄十二泉伫遐清清清，迄个要当开水库啊？讲啦，七十丛丛树啊，你若看迄个旷野的电影，还是讲咧看迄个阿拉伯迄边的迄个景吼，电影内底景的时阵，因即个相对啦吼，即相对伫迄个沙漠内底咧旅行，因上爱看到的是啥物？Oasis 吼，Oasis 就是啥物？绿洲啦，吼，看到 Oasis， 绿洲对不对吼？啊，看到绿洲就着，知影讲遐有啥？有水啊，因为啥呢？你看会到，因为有树啊。吼、哦，啊！伫迄个所在的树啊，上界侪是啥物树啊？樟树。你有食过野枣无？野枣吼，足、哦、甜的有无？吼、哦，迄足甜的嘛，迄英语叫 date、哦。吼，那就诶，甜甲啥物？甜甲甲你咧约会同款甜啦吼、哦，所以英语叫做 date。啊，唔是哦，哈尼哈尼是咱咧共称呼，即卖是甲你讲，迄个物件足好，好甲啥物物件，好甲敢像你咧约会遐尼啊甜蜜，所以吼，伊英语字多甲约会共字呢，吼，甲约会共字。啊，我唔知，我唔捌，你敢问阮英语老师看卖，看敢是对。我嘛唔知，就甲叫做 date。啊，当然伊吼，迄字嘛足侪粒的嘛，所以伊伫包装的店面拢一定爱佮加 s 啦，吼，所以 dates。这个还是伫中东的所在足要紧的食物嘛吼。啊，伊叫做樟树，你捌看过迄个野枣树、枣椰树？迄就是款迄个樟吼，一款啊像咱椰树迄款型的吼。啊，一棵直直直足直的，所以椰伊樟树伫圣经的内面嘛有啥物正直的象征啦。
讲这个人吼，亲像张秋有无？这像是什么人像爱安尼讲？雅哥啦，雅哥吼，迄男主角甲女主角伫遐咧唱迄个小波歌的时阵有无？吼，敢是？你感觉有时因有咧因咧唱唱咱迄台湾迄个小波歌有无？吼，嘿。啊，迄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伫遐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，迄款嘞吼，咁是啊，阿哥就是飞来飞去啦吼，我的良人吼，啊，对，伊的良人一定安怎，亲像张秋。那么张秋伫咱台湾上界挖掘的一款的食物呢，叫做青鸭掌啦。啊，总是吼，咱台湾对青鸭掌安怎，无足 appreciate。无足欣赏的，所以哦，你若学了恁迄半吼，讲我阮迄箍吼，那饲一箍那青鸭掌嘞吼，也是无啥物好意思嘞吼。啊，总是嘞，人因伫圣经内面啊咧讲吼，阮迄吼，阮迄个吼，那亲像一张樟树嘞吼，迄是表示啥物？这个人非常的正直。啊，正直甲青鸭掌有啥物无共？所以你有发现到无？无同文化，类似的物件，伊的上顶嘛无同嘞，吼、哦。诶，人因咧，因咧对樟树这个物件啦，啊，非常的热爱。哇、哦啊，一点一支安尼歌讲过，啊，当然吼、哦，除了热爱以外，人因咧，伊会出迄款甜蜜蜜的果子嘛，吼、哦。诶，所以吼、哦，唔是干那甜尔，都是伊的果子，果子嘛是安那，嘛是好的，吼、哦，嘛是好的，所以。所以樟树，而且你有看到伊的数字无？这个依林到底好到什么程度？讲十字果，啊，有伊些个偌济？十二支派，对不对？七十个完整的数字，七十是一个非常完整，七七嘛吼，是完整。你的生命所大出来，就讲、是，迄个人会利益人的水，有利益的水吼，大出来是安那？大出来是安那？完整的一个画面，吼、哦，一个完整的画面。啊，所以呢，伊是按这个所在，佮加一个伊林。咱嘛唔知伊林到底真正是伫甚物所在呢？吼、哦，总是佮这个迄、那个马列是毋是有岗位？吼、哦，应该是无岗位，佮另外一个所在。总是伊即甲这两个故事囥做伙时，就是安那。当以色列那受上帝律法、典章制度医治了的以色列，无佮真做苦水，是真做甚物？有利益的水，那么这个有利益的水，十二股的水泉所带出来的是什么？一个完整的生命，吼、哦，一个完整的生命，吼、哦。所以伊当供给一个完整的生命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故事伫遮，唔是干啦简单的，就是讲啊，都啊是干啦路经过偶然发生的事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这个作者呢，伊使用这个物件，伫遐咧讲起上帝典章律例甲制度，啊，伫。一个医学的诶重要性，哦，你到底是要真做一个马列，是无路用的水，还是要真做伊林？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要对马列变做伊林，迄、那个重要的关键，就是爱受着上帝典章律法的医治，吼、哦，改变，吼、哦，伊是咧真做是一个亲像伊林像一款的吼、哦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这个故事吼，啊，就伊要到底生奈的路年呢？继续一直在发展这个故事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故事呢，唔是无水通啉，就是安那，食袂饱啦，吼、哦，食袂饱好，那食袂饱要安怎呢？吼、哦，咱就来看看伊食袂饱要安怎来。十六章一个开始讲，以色列全会众对伊林起行，出埃及后第二个月的十五日，那算差不多满月啦，吼、哦，都经过因为都十四食。因是十四只搬过节嘛吼，十四只搬过节啊，十五安怎出发吼，十五离开啊，即马阁经过十五，咱台湾六月二日会当看到迄个日食呢，六月二日，六月二日嘿，六月二日，你若去嘉义遐会当看到日环食。讲你后转啊，要阁看讲两百年后，哎，所以六月二，咱台湾看会到的所在，拄啊伫嘉义遐，嘉义遐讲看会到日环食。日环食上个困难啦，就是讲吼，拄啊爱正中，啊即下出来的时吼，拄啊中乌乌啊，
过迄个日头是有迄、那个那亲像一个手指挂伫咧挂伫咧天顶啊，有人讲迄叫做上帝的戒指啦吼，挂、伫天顶。今年哦、今年六月二日咯，嘿，所以若要迄天若要去看的人爱请假，唔好做工课。咱遮可能敢看到日偏食啦，咱位置的关系，咱看到的日食吼，迄天迄个天天那个日食的，嘿，但日食台语安怎讲？天高日，唔是天高日。假日对啦，天高假日啦，啊，总是咱台湾话讲有这个用词，日食啊。日食咯，啊，咱从咱读苏德文，我来日食其他条款。啊，咱面对顶个日食的台语要哪讲啊？啊，冇听人咧讲咧吼，嘿，台湾话，古早应该嘛拢有拄着这个情形啊。天高假日，我捌听的，天高假日。啊，总是迄个台湾到底毋知要哪讲吼。来，好啦吼，这题外话，这是迄、那个，搁一个月尔呢，搁差一个月哦、喔。嘿，六二一，拄啊冬至，啊，明仔夏至啦，明冬至夏至。嘿，六二一夏至的时阵拄啊去，讲家己也会当看。所以即马家己县的县政府，甲家己市的市政府已经伫遐咧。底下的叫人乞笑乞什么真心建议吼，啊，唔过遐较可惜遐无无彩，嘿，啊无黄金通抽，啊无车通抽嘿，咱去高雄听讲有通抽，听讲啊，有啦，一定要你抽的啦，无都要用八百那个无抽抽的。最近你讲到几千万，讲要出来无？无，迄个预算早就过啊呢。迄原底都有编列的预算，都是迄个预算是五千万，啊，伊为着要恁俩五千万的时吼，都爱有计划了，才会当招标嘛吼，所以伊今嘛都未付过迄个遐长的时间，因为惊计划了的时都已经去用罢免啦，所以总甲接落来4900万，都唔免照迄个方法，五千万以上来。哎、欸，台湾的政治人物足够，唔知咧，那大家拢足够安尼吼。哎，老讲讲去用掠去关，咱来搁予伊薪水去遐互关，嘿，这是啥物法律啊？这绝对唔是上帝律例，等奖制度。我们判罪入去遐关啊，讲哎，咱来搁纳税，咱来搁纳税金予伊领薪水咧。哎，那秘书咱拜托伊去用关咧。无石头公权甲迄个刑期是分开的呢，有刑期的人无一定公权爱剃断的，无呢，这是两项物件，嗯。对啦，所以伊是符合什么条件？免石头公权。伊符合迄个法官认为的条件，伊就无甲石头公权。咱台湾就是这点做掉啦。咱台湾食咧，就是讲你去法院吼，那像咧抽，那像咧买 lottery 的啦，那像咧买彩券的。你拄到这个法官可能安尼判，拄到迄个官官安尼判，拄到迄个官安尼判嘿。台湾的法院钱哦、喔，咱都无证据，咱都莫安尼讲讲。咱无证据讲，你有送钱去呢？你捌送过啊？对啊，哇，有人在过界啊！啊，有影咧，这哦、喔。钱无钱，咱唔知啦。就是讲，哇，这哪安尼吼？迄平平啊的案件的判决吼，迄有诶差天甲地呢，有诶连咪无做，有诶连咪做足重安尼吼。你若个人话咧，做拢较重啦。嗯。哦，好。啊，这吼，咱来看讲，伊来到伫迄、那个。伊林甲西奈中间有一个叫做顺的旷野，哦，讲以色列全会众伫旷野，摩西、阿伦佮发言完，妄言吼，哇，这真正是妄言足够发啦吼，啊，都拄啊水都拄啊伊滴了尔，所以上帝伊滴唔知有啥物路用，啊，无啦，伊上帝药啊食袂好啊。是不是
啊，搁过了过偌久，就搁发病哩。真嗨，哦。哎、欸，无无，都奇怪咧，都拄啊开始就讲，哇，都变做意念啊咧，啊，你意念了搁哪？搁无效，吼、哦，念咪都无效。讲行到旷野遐，讲无，讲到搁改发妄言啦，讲安那？讲阮吼，实在是足想要较早死伫埃及亚和华的手啦。伊讲意思是讲啦，死伫埃及比遮啦好啦。咁是，你带阮遮出来，阮伫遮咧受苦，对不对？啊，到底是埃及较艰苦，还是旷野较艰苦？是做奴才较艰苦，还是伫遮巴肚枵较艰苦？不多啊，艰苦吼，是来做奴才嘛，无啥嘞吼，安尼哦，嗯，所以不多也较艰苦，啊，无水通饮较艰苦。做奴才其实若有水互你啉啊，有物件互你食饱，安尼都做奴才嘛袂歹吼。迄、嗯、是讲中国互咱赚无钱啊，无呐，讲伊呐讲来讲要互咱台湾人拢大概唔免赚有通食，咱做了伊奴才嘛袂歹。是不是？好、哦，哈，哎、欸，即摆香港惊到要死呢，吼、哦，香港即摆惊到要死呢。迄毋是干安尼啊呢？哎，即摆是讲伊规个世界的钱拢抽走啊，对不？你即个金融机构，即个遐个感觉还佫感觉佫留伫遐。因为即马吼，咱台湾即马是足侪中国的钱入来台湾，是因为坐对香港过来嘛。吼，啊，即马香港若变一国一制的时阵，咱就唔敢搁安尼说啊。啊，小姨嘛讲，即马若是香港若办理安怎的时阵，咱就爱甲即个港澳条例安怎先动起来。第一个就是资金的来源爱先动，吼、哦，要先动。所以中资的港资就等于中资，就袂当乌白入来台湾买物件。哎、啊，唔是干啦！我想咱台湾的资金，迄还算小局啦，敢是？但讲台湾的资金，也是讲伊袂当入来这种小局。即嘛是安那？伊是金融中心嘛，股票、期货啊，个所以金融商品拢伫遐咧买卖嘛。哦，啊，迄哪样抽出来？欸、香港都食咱的。嗯，哎、啊，过来，伊若感觉香港人歹惯，拢像西藏安尼咧。总像新疆维尔族安尼咧，哦，你嘛是有可能的吼、哦。所以，就讲伊嘛知影种个重要性，但是伊嘛是硬要甲吞落，意思是已经中央已经决定讲无爱甲世界。唔是讲无爱甲世界，伊即马伊认为世界的抗议的声会作势，伊认为人无法度因啦。伊要对香港安怎人无法度因，啊嘛，你讲甲我制裁，你讲你甲我制裁，啊伊即马较大个问题是，那对习近平来讲较大个问题是，即个香港不是伫遐咧甲猫啊，互伊坐立难安呐、啊，对无？啊到底是要对香港控制要加强，还是要放咧互因安尼伫遐舞？啊若伫遐舞那？产生喜欢的作用，对其他的民族喜欢作用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代志？哦，还是伊的可能是安尼嘛？哦，伊敢那像讲伊嘴硬的，伊死硬的嘴皮一直讲台湾袂使独立，伊都唔敢放嘛。伊嘛无能力人一下都要摕台湾，伊嘛无可能啊。都是伊都这个嘴都唔敢放，啥人唔敢放？伊若讲好，阮温存台湾家己独立的时阵，会变成什么？对啊，哎，就叫李登辉讲的，就讲中国爱切做七地去啊，吼、哦，就变安尼啊，所以一定挨硬打伫遐嘛吼。虽然伊的处境非常的歹，总是伊嘛是爱个硬水过伫啊。所以吼、哦，即马中国那是作假来嘞，嗯。所以到底做奴才，还是生活自由，人有尊严活的？啊，总是物质真歹，啊，对一人较要紧。
活了无尊严，总是有物件通食较要紧。伊若自由的时，佫想要有哪会食会饱？所以伊无爱伫即个两难的中间做选择嘛，对无？哦。啊，台湾，我会记得以前台湾人嘛足趣味的啦吼。那问讲台湾敢要甲中国统一？大家讲啊啦，无爱。啊，讲中国台湾爱独立无？唔免，袂使，袂使划独立，是安怎？因为划独立阿强要拍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即嘛来讲好，阿强诶，若无要甲咱拍，你有主张台湾独立无？啊，大家阁拢主张台湾独立，除了遐个迄个非常强，家己自认为是中国人诶以外，所以咱台湾人嘛是有即款诶心境嘛吼。伊若卖甲咱拍吼，啊，咱来独立吧。啊吼，若爱付出代价才会当独立吼，咱讲啦，哎，请慢请咧啦，毋是讲卖人，讲请慢请咧啦吼，等一下啦吼，哎，卖遐急，对不对？那像阮查某囝细汉的时候，你若揢物件要叫伊创啥货啊？伊若不爱做，伊拢甲你讲等一下。阮这查某囝哦，唔得是啊，无人甲教你，就足好诶。伊就知影讲用等一下。阮这后生就较讲，伊拢甲你讲袂，啊袂就得死人啊，得死人了吼，就不，啊到尾想想要搁做，伊就无功劳啊你。嗯，阮这查某囝足好，伊拢甲你讲等一下。啊，台湾人嘛是伫这个两难的中间，你嘛是会选择讲啦，等一下。所以小英第一任先来调维持现状，啊，什么叫做维持现状？就是咱嘛卖讲独立啦，咱嘛卖遐硬啦，直接甲伊抢，对不对？啊，若有钱通赚嘛，无通赚安尼吼，啊，就维持安尼。哎，若要来甲咱吞，要来甲咱打的时，咱则来甲伊反抗安尼吼。嘿，啊，所以啊，我想伊嘛是安尼啦吼，伫遐咧。在那裡讓苦讀的時候，就哀求要花，對不對？啊，現在沒人給我們苦讀了，出來沒東西吃的時候，就在那裡靠腰要花，是不是？喔，啊，這就好像一些的百姓，上帝的百姓的負責這樣就好了，所以做上帝的百姓有簡單嗎？喔，做上帝的百姓有很簡單的嗎？也算簡單啦，吼。嘿，都幺八叉就对了，哼，幺八叉、八叉，哼。你若无顺我意，我就来叉吼。哦，所以吼，伊咧甲咱讲发，怨言啦吼。第三十个啦，阮恨袂得阮就安怎，早就死伫埃及上帝手啦。上帝因就甲阮太太就无代志啊，对不对？吼。迄个时阵，阮坐伫肉鼎的边，吼吼诶。哎，规坑的肉伫遐呢，吼、哦，规坑的肉伫遐哭哭哭哭哭呢，啊，搁啥物？食的饱，我食的饱意思，毋讲食肉食较饱啦，伊讲食的饱意思就讲啦，迄个有足够吼，食有够个的食物啦，就是讲迄个面包啦吼，食有够个的食物饼啦，还是讲面包吼，就是讲伊物件啦，毋是干啦有规坑的肉伫遐尔，物件食了会饱。啊，这是你想，敢有可能奴才有法度食到会饱？哦，敢真正奴才食会饱？嗯，这吼、哦，这可能拢是要激上帝啦，较起许安尼讲吼，嘿、哦、啊无，我拢感觉古早人吼、哦、要食饱吼，咱今仔应该是活伫一个足。物质足简单处置的年代啦吼，特别是咱像咱台湾这款的国家，算讲经济开达，还是讲遮个资源吼，诶拥有吼是排伫世界的前10%啦，吼，咱排伫世界前10%呢，台湾的生活水准吼，世界前10%呢吼，诶物件的丰盛吼，诶真正台湾真正有够迄落吼，诶我拜伊去找李长济啦，啊因后生吼。回来啊，买一包三角肉，啊，一包三角肉，讲去对买，讲伫迄个盐，咱盐行的夜市啊吼，吼，盐行夜市啊，盐州盐
迄个盐巷路遐，我说面遐讲有一搭，讲逐工排甲热热长，啊，讲干来卖一项，煎迄三角肉，下面三角，叫啥？三角骨啦，哟，三角骨啦吼，三角骨伫恁遐嘛吼，讲逐个排伊讲排甲长长长，啊，干来卖一面尔，三角骨，吼，啊，就伫遐伫遐讲，我讲哦，咱台湾的囡仔吼。将来唔知一只鸡生做甚物形啊，对不？你去菜市啊买嘛是鸡腿饭、鸡腿、鸡筋面饭、鸡筋形，对不吼？啊，鸡翅饭、鸡翅哦。啊，人伊可能刚才捌有讲，这叫做鸡排，啊，这叫做甚物？这叫做鸡炸鸡块吼，啊，这叫做甚物？这叫做鸡腿吼，啊，这叫做鸡屁股吼，啊，鸡脖子，伊拢知影啦吼。啊，规只鸡到底甚物形，可能唔知影。嗯，啊，连工吼，可能若出去啊迷路吼，伫山林迷路哈，啊，可能枵死伫街条啊边嘿，伊个唔知讲会食哩，因为毋捌看到有毛的鸡嘛吼。哦，啊，台湾这个物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啦吼，咱的丰富甲呐，丰富甲会良相吼，良相甲讲去规只鸡也无啥物好食，甲出去第三角骨讲上好食。嗯，啊，这咱台湾算是全世界排名进前的吼。五十年前的台湾敢有安尼？无啦吼，因趁钱签食较饱对吧？吼，啊，人讲要食一礼白米饭啊啦，哇，迄礼拜，迄算好诶。阮老爸讲细汉的时阵，阮老爸听因咧讲，讲吼，迄都爱发烧啊吼，艰苦啊，叫阿嬷啊通食啦，嘿，阿嬷啊通食，吼，啊若无安那，寒签食较饱啦，吼，寒签食较饱。哦，我还记得我细汉的时食迄咸签吼，迄，那个臭香的味，我今仔还阁会记哩。好，阿丁哥，你有印象无？有啦吼，嘿，迄，那个味我今仔还阁记得足清楚的。嘿，真正世界无一项味甲迄共会当比拼一下。吼，嘿，迄加落去，迄时阵规个嘴拢淹起来，臭香吼，迄，真正。嗯，啊，咱细汉，我细汉的时候五十年前还阁有这个呢，还阁比我较早遐，较有讲物件食会饱的啦。规工逐工嘛，安尼枵煞煞，对不对？吼，啊，搁做粗重，去做粗重，搁食歹。咱五十年前是即款情形呢，两三千年前，住伫埃及，搁做奴才，人搁有肉规鼎伫遐，啊，讲物件食甲会饱，哇，我足好伫想象有即款代志个。吼，对啦，迄在咧比啦。即马当咧枵的时吼，想到拢哇，迄大好食嘞，山顶海味啦吼。嘿，那山顶是啥？山顶是罗勒啦吼。哈哈哈，是罗勒算山顶嘛吼。嘿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尾啊，咱台湾食物拢爱配给的时吼，罗勒救足侪台湾人，因当然是罗勒救足侪台湾人，食足侪人是靠食罗勒活落来吼。嘿。在罗勒，嗯。所以讲罗勒是瓜牛还是？瓜牛，罗勒是瓜牛啊，啊，而且是迄个非洲大瓜牛，大坑的迄啊，嘿，啊，嘿啊，就是有两白种嘛，嘿，啊，迄当然是肉类足少嘛，啊，佫食歹嘛，啊，无米粉嘛，咱的米有啊，米无甚物蛋白质啊，那米粉都有蛋白质啊，吼，啊，你米粉有蛋白质，总是米是无蛋白质的。啊，所以咱台湾人迄当然是靠蛋白质吼，上界大善送养人，啊，佫无肉拢配给一块啊尔，无肉通食，啊，所以大家人家家户户拢会去创啊，捡罗勒，吼，捡罗勒，啊，就靠罗勒迄种蛋白质的补充啦，吼，嘿，啊嘛食死真侪人啦，差无少吼，迄寄生虫落去吼，嗯，啊，所以吼，我是想要讲因伫遐食甲会饱呢吼。嘿，啊，个会干啊，饱甲个会来控压的心，甲上帝拼的吼，拼讲啦，人阮较早做奴才吼，会当食甲呢，啊，你带阮出来讲吼，这在搞阮拯救，对不对？你搞阮拯救，啊，阮吼伫只咧摇歌吼，我这上帝的拯救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哈，嘿，愈救愈食力，对不？哦，啊，这算讲在甲上帝 complain 讲啊啦，你愈救我呐啦，愈食力啦，对不对？吼，哦，啊，所以这等于就是咧表示上帝的救恩嘛，吼，哦。你将阮带出来吃，互阮到伫这个旷野，是要叫阮全会众拢死伫遮吗？吼，哦，是不是呢？吼，无物件通食，
拯救是无路用的吼。所以，什么叫做福音啊？对无通食的人，你甲讲耶稣救你，安尼有路用无？啊，伊讲哦，你互我一块饼食吼，较好耶稣救我啦，对无吼？毋是？啊，耶稣若要救我，即马就现落一块饼互我食。所以伫立顶美酒吼，伫立顶美酒迄款独裁的国家吼，啊，因拢会迄个即款军事独裁的国家吼。啊，因拢有迄个游击队嘛吼，啊，因为着要甲游击队吼，拍吼，要甲拍吼败吼，因通常拢会安怎？会禁运，就是讲物件袂使入去因的区域吼。嘿，这是独裁国家常常做的代志。你敢知影？最近武汉肺炎了吼，啊，即个欧洲、美国的即个流行歌星，佮甲一条歌摕起来唱，迄条歌叫做《We Are the World》，有无？咱有印象，我差不多是咧做兵的时，大家都要毕业二十几岁的时，因咧唱一条《We Are the World》，还因要援助伊索比亚的饥荒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个我嘛有寄付，我嘛有去买一块替补咧，有甲寄付咧，我安收足侪钱的，啊嘛买足侪粮食的，送去甲倒位，送去甲伊索比亚。伊索比亚就是咱的圣经内底咧讲迄个埃提阿伯的埃提阿伯的太监吼，迄、那个去亚罗塞林佫倒转来拄着腓力迄个啦吼，啊，拄着腓力吓迄个吼，也是腓力吼，啊，埃提阿伯，咱的白话圣经翻作埃提阿伯啦，迄就是咱即摆咧讲伊索比亚，所以伊索比亚做一基督徒呢，90%拢基督徒，都是嘛是有内战。哦，啊！伊讲迄边发生饥荒，全世界只个歌手呢唱迄条歌去募款，无足侪钱买足侪钱，足侪食物，结果拢歹伫倒位，歹伫港口。迄食物无法度送入去饥荒的所在，是安怎？因为物件刚好都运到港口尔。发生饥荒严重的所在是叛军的所在，毋是政府军的啦，叛军啦。啊，所以政府军哦，无爱互遐物资堆一堆。无啊，有遐物资就去皇军的迄、那个的区域内底，无爱去救因的人就对啦。啊，都幺四较省咧台啊。吼，啊，因那边佫有物资就无爱。啊，即款的情形呢，伫迄个立顶美洲的国家嘛有。啊，伫迄个立顶美洲的国家，我现伫前年看到一个故事，一个故事吼，讲伊看吼，伊咱知立顶美洲拢是天主教徒嘛，啊，所以天主教伫遐势力足大，啊，因咧。差不多每一个庄社拢是有神父伫迄个所在，啊，伫一个发生饥荒足严重的所在，物件无人食。啊，伊看到一个情景，吼，这个神父看到一个情景，伊讲吼，看到一个妈妈，啊，手里抱一个巴肚足枵的囡仔，伫遐骂骂吼，一直想要输奶。啊，总是这个妈妈已经知影伊无食，足久无食，所以无奶通给囡仔输。总是囡仔嘛是骂骂吼，一直想要饲奶要输。结果妈妈唔甘，总继续服输。结果输出来，唔是零是啥物？是血。哦，啊，伊讲伊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，伊想到一段圣经节啦。伊想到一段圣经节嘞，伊想到迄段耶稣受试探40日了后，试的挖来耶稣的身躯边讲：“你若是上帝的子，你通安怎将石头变做饼？”啊，耶稣有听伊的话无？无啦。总是这个神父吼，看到迄个情景的时，伊讲吼，今仔日吼，若魔鬼来甲伫我的身躯边，甲我讲吼，你若是上帝的老板吼，通将这个石头变做饼，吼，我迄个时绝对袂甲拒绝，我一定随便的，这个居民就叫这个人拢有当食，是不是呢？啊，那你咧？你也买安尼做呢？啊，所以上帝试探，安尼哦，啊，迄时阵你敢要甲迄个妖怪的人讲，人我唔人我可变，我可上帝最所说的话，啊，咱若对迄个所在，这个故事去看转来遮的时阵，
即个百姓发怨言，有力气无啦？甲人要甲人救，啊救甲来只话要枵死，安尼有理无？有呢？所以毛泽东讲造反有理，革命无罪，对吧？袂记哩遐呢，因为枵着啊，啊，所以要控制一个人上好就是安那，互枵对无？啊，总是嘛有人无爱呢，吼、哦，嘛有人无爱呢。有个讲安那，有个人有个人讲安那，活去食，唔，诶，我活去食较赢咧西方地，对不对？讲生命就是爱互你先活落来才讲。有个人确实嘛是要牺牲生命呢，对无？叫咩话？我感觉迄是一个人，伊个知识个程度，知识程度拢高，我感觉伊个选择性。嘛无一定嘞，叫咩话？知识敢有比马英九较高？哈哈哈！对啦对啦，卖单纯讲，加一个标准。哈哈。伊感觉生命有较悬个价值爱去实现啦，毋是干呐只价钱用尔啦。毕竟会当为着生命要追求较悬价值，啊，忍受遐苦痛的人，即款的人伫咱人类内底算较少数，吼、哦，算较少数。大多数的人要阁是安怎？大多数的人要阁是爱为着要活落来，为着要求生存，为着无爱承受遐尼济苦痛，所以选择安怎？选择屈服，选择妥协嘛，吼、哦，嗯。所以这到底什么叫做对，什么叫做不对，这嘛真歹讲嘞吼。留得青山在，吼、哦，啊有的是讲啦，不愿意苟活，对吧？那这到底过一个是对的吼？不过伫这个所在，我想伊的作者有一个想要让咱去思想的所在，就是，是啊，人拄着困难的时阵。第一个就是会先看清上帝的救恩啦。虽然有经历哦，有经验哦，你像因拄安尼出来经验几遍啊，足侪遍啊嘛，对不对吼？对太大惊了，互因当出去，出去了安那，对兵来个红海的事件，对不对？红海拄啊看了尔，着够有水，敢是？水大家食，无物通食啦，啊嘛是过来。啊！你著讲要救援，救啊！遮无规矩，你著伫遐甲阮太太死甲生疏咧。哦。啊！伊即句话吼嘛真趣味，讲我分袂得，阮较早就伫埃及地死伫亚法的手。哎，伫埃及地要死伫亚法的手的，因一定爱做一项什么代志？伊一定爱做一项无甲花抹伫门牌顶，对无？是不是？伊若做这项，就会当死伫遐啦。好、哦、啊，总是咧，要宰我嘛，卖做。哈、哦，对啦，啊，都活落来才安尼讲呢。好、哦，啊，就讲有经历，无代表安那，有经历无代表你的信仰的路程就是一帆风顺啦。所以咱的信仰的历程，通常啦，亲像即款伫迄个要出埃及的过程的中间，就是安那 up and down， up and down， 安尼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。所以这款起起落落，也毋是干啦，也毋是干啦，咱啦，然后咱古早以前的人嘛安尼啊吼，嘿，所以慢慢感觉艰苦心嘞吼，
啊，你这个故事嘛，一方面吼，你看到一件代志，哎，上帝对人的这款的起起落落，敢那真有耐心。好、哦，上帝起起落落真有耐心，等到什么人较无耐心？边下咧看的人较无耐心，讲我这路见不平，气死人。像咱拄安尼咧骂这一些的人安尼，啊讲啊，这个人啊拄啊经历过尔，讲安尼，吼、哦，有无？边下咧看的人，等到比上帝较无耐心啦。吼、哦，所以咱都爱非常的安那，非常的欢喜，也是讲非常的感谢，咱有一个这款安那，足有耐心的上帝，对不对？加载，吼、哦！加载，咱的上帝是一款型的吼，啊，若无吼，咱就凄惨嘛的吼，是不是？所以通常吼，在咱的教会生活的中间，在定罪拢是兄弟姊妹彼此的定罪，咱的定罪速度拢比上帝咧甲咱定罪速度安那较紧，对不对？哈，那种超前部署，嘿，无，咱叫超前部署，咱拢比上帝较早定兄弟姊妹的罪，吼、哦，是不是？好、哦，啊，这嘛是一项足趣味的吼，这嘛是一项足趣味的代志吼。啊，咱今日先到这，然后咱后礼拜再继续来食麻辣加安吞的，嗯，后礼拜较食麻辣加安吞吼。哎、哦，有啥问题？对咯，啊！你都最大就是足艰苦的嘛，巴肚也嘛足艰苦的嘛，啊，去往足啊咧，话要惊死嘛，足艰苦的嘛。吼、哦，啊，这款艰苦拢，你可能拢会足容易，互咱袂记啦，袂记咱生活中以前所经历的这些经验，嗯，啊，是咱较侪认为讲领受着这些利益，还是讲领受着这个上帝恩典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得到恩典的时是理所当然啦，啊，得到啊拄到艰难的时吼，上帝拢嘛理啦，嘿，对吧？啊，咱若得到好处的时，较少会记得讲啊，上帝拢嘛理啦，无你若我遐济好处要创啊？吼、哦，那无安尼，吼、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哈哈哈！在艰苦的时候，讲上帝，你哪安尼对待我？啊，若讲哪在好康的时候，拢袂甲上帝讲啊啦。上帝拢嘛你啦，我还好康要怎啊？哦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人性啊，啊是加在咱的上帝太有耐心的吼，哎、哦，无就无救恩啊啦。注意啦吼，哎、哦欸，看这圣经吼，哎、欸，我看圣经嘛，还阁想着咱家己呢吼。唔好拢干那啲未知一些嘅人咧，戆甲未，戆甲未变上，嘿，啊，其实咱家己嘛，嘿，咱家己嘛差无介济啦，嘿，好咧，咱再来感谢，主啊，上帝感谢你，啊，想使阮平安，互阮伫台湾生活，啊，比起世界侪侪伫疫情伫受苦嘅遮个国家嘅人民，阮实在是何等嘅有福气。总是阮伫即个福气享受的时，阮想念你的恩典，阮常时也想念，然后佫伫惊吓的中间，伫遮个病症攻击的下面，伫受苦的遮你的百姓，你所创造的遮个人，阮会恳求主你来纪念因，你也予因的国家真有真紧，也真有困难，通来保护家己的百姓，来早一日来脱离即个疫情的苦痛。哦，即个死息的所在，主你就输了安慰；伫病痛的所在，你输了医治；啊，伫人脚酸手软的时，你输了开力。你来帮咱真济有才能的科学家，啊，因有智慧，通紧紧来发展出医药，来帮咱全世界的人民，啊，早一日免阁受着即个病痛的苦痛。主，阮也恳求你。来继续保守阮的台湾，然后阮的台湾啊，伫做做项事的顶面，也会当
对伫你的稳定来省察阮家己，互阮的国家会当真多祝你所欢喜的所在，是搁较有较侪人愿意追随祝你的真理，搁较侪人愿意将因的生命投入伫你抓做有价值的公益慈悲人民，来互阮所搁要建立的国家伫台湾的所在，是一个遵照祝你的心意啊来生活的所在。人民有尊严，国家也会当伫遐来固守、帮助遮个弱势的人，互你所创造住伫台湾顶面每一个人民，拢会当享受你所享受的形象。互阮伫你的享受的台湾的顶面，啊，阮真做一个真水的百姓，来伫世界贡献阮家己。阮恳求你也继续保守阮每一个人的脚步，阮要倒转去的路，阮仍然要休困，阮明仔日要跑走的路，停拢总交托伫主你的圣手。愿你施恩赐福，阮的脚步所到的位，就将你的恩典分享出去，将你的福音分享出去，将你听人的信息分享出去，互阮真侪你永光的祈求，阮同心献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